请大家听一下，1800万。Later， 朋友们好，我是老曹。阿棍打电话给我说，到了一个电影机的玻璃总的料子，不知道他是不是吹牛。如果说玻璃总的料子，我是有好长时间没看到了。如果要真正玻璃总的料子，价格绝对不菲呀。走，我们直接过去。这么多货我准备好了，你看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一个实型一个油性。为什么说磨弯机经常有跟你们说要玩就玩这种有油性的，而且这种皮革是光光。哦。这个王玻璃种，你看看到没有？这个呢就是油性，这个是纯天的玩一个皮革的这种油，你看到没有？看到这种皮革没有？你看这种开中的位置没有？你看到这种种木玩家很多人喜欢玩它，要不就上天，要不就下地。你看黑皮的木玩家，你看到这种好多一箩筐王玻璃种，我的天，妈的不得了！你看，有点太没了，太了。玻璃种是没有啊？太没了，我买的冰种有，冰种美的美不胜收。冰种有，冰种有，玻璃怎么有？没有没有，不要吹牛逼。这个料子种水是可以吃完种水的，种水相当 beautiful， 种水是标的货，这种才是真正的油性，不像平时有很多人，他这个上面打了点油啊，跟那些知道吗？他上面抹的油跟这种真正的皮革油性一点都不一样，改天跟你们拿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。所以说你们要多去看视频，多学习才会知道。这个几百还是几千？什么几千？这个不是几千的。几千万的货，故意的货，蛋了，登不登意？是故意的货，是不是？对。啊，那几个亿，掰扯掰扯一下。这个2.8个月吧。我现在真的是有。爸爸，你看，你也懂货，你看是都很准，你是很专业。你看，这个皮革都不得了。真的吗？我来跟翠友们讲一下，看石头，第一看它一个整体的一个实型，第二看一个皮革，第三再来看一个打灯的一个表现。然后以及开窗的位置，一个达到一个什么种，然后这边能制注意些什么，能出些什么货，整体来锻炼这个料子的一个价格。我就问你，2.8个亿，你跟我掰扯掰扯一下，2.8个亿在哪？能出什么货出来？达到一个什么种？能出多少个手镯？能出多少个牌子？我跟你讲，啊，来跟我说一下。这个已经达到了玻璃种，玻璃种一条手镯多少？你也接到了吧？我跟你讲，老板，你不要走。我跟你讲，你让他到最高多少，我听一下。你不要这样硬，没意思，要实实在在一点。实在价格，实在价，听听价，1800万，1800万。你不叫千万，我不叫价，不叫价了，我不叫千万，不叫一百的，要说脏话了，知道吗？我接到，你大男人，我跟你说，脾气大的人，他心一定不快。为什么？他有什么说什么，不会像那些。表面上啊，就是一种城里孝道一样，知道吗？这个料子小六来谈，还是小六。玩这种种水料是比较稳的话，就是说出一条手镯也差不多够的。这个手镯多少？你看这牌子，手镯位都已经开出来的，可不敢胡说啊！你能看到最高多少？我看到多少？你卖吗？啊？500万。终于现在叫百万了，看到没？这个就是阿贵。500万，不说了，老朋友嘛，500万。二十五，你是不是骂我啊？我没骂你，好吧，我看着呢，你这一个价格就这样，25万，不是骂你250，听到没有？我们中国的250，直说，我也不解释，我是说25万，不是骂你啊。你在我们中国看来也学到很多我们中国的文化。85就不好推了嘛，88万，我说了88万。你也发发也发，大家一起来。那最后给你搞价26万。妈的，这个不好听，这个就是26。88就好听。88，好吧。肉有多赖瓜？肉有多赖？这里还有一个布料。对，饲料。这个看一下这种实型，你看这是一个木蜡的，一个木蜡的，它这种沙粒感拖上非常均匀的，你看这个沙粒感，看到没有？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说整个这一条它一个水路一样，看到没有？这一条过来，还有整个这一边，还有这里这个地方，它这一条色带一样。我们上边看一下，很多人说的宁赌一线，不赌一片来，看到没有？黄深色，你看黄深豹。但是这个整体来说，这个水头有点干烂，水头哪里干？一点都不干。如果说像这种水再好一点点的水，汪汪的一样，那就是有意思，那就比较烂了。你看到没有？像这个地方一样，这个地方就水好，水多的不得了，你看地方水多的不得了。对，你看像这种一样，这种比较16岁小姑娘的样子，水汪汪的地方。你看像这种地方，这种地方都可以去扩产的这些。这个多少？
机会来吧，不报价了，实在就进进去，想快点，不要急急忙忙的。580万，580万，你终于没叫千万了。对对对，不叫了。砍五刀，多少？砍五刀，还砍五刀？老板，我一刀都砍不了了，怎么砍五刀？你看，黄色这里挂高雄高斯，满色你看，而且你看这个是跟着木纳有色，毕竟木纳有色，毕竟我也知道木纳有色，毕竟，但是你动不动百万的这个样子，哪里能看到百万？你就搞到一个满色手镯，也就是千万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啊，对不对？十三要了88万。这个五位数谈一下，不是五位数谈一下。五位数，这个色料了吧？色料个头这么大，五位数就没有机会了吧？我给你一口价，不要低低摸摸，就是老是在扯扯，这样没意思，不到位的，一口价，好不好？多少？按照五位数谈没有？8万，你发我发，大家一起发。这个8万，队友一起发。到时候这个 PK 来，你看一下这个满色的话，到时候红包大大给你了，好不好？你再加一点嘛，这么好的东西，这么大个头，色料的话，你们都说好，好了，就这样。好吧，好，好，对对，那我放一下，给我放一下，放到车上去，来，你自己包嘛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评论哦。